不是，腾哥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把我的概念整错了。实际上什么概念呢？是我把这个就是租给你们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给我钱呀，得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是不是、啊？我们考了驾照，把船放在这里，你应该租给别人啊。对呀、啊。你别想套我，你把这个租给我，就跟你租给别人一样，我不想要。我是真的钱最少的那个，在这很难以生存。只有8块钱，你饭都吃不起。啊，吃饭还要花钱？那我钱没赚呢。你现在有多少金币？你够吃饭吗？啊，吃饭还要花钱？当然了，不是食堂吗？食堂要钱。我有这么多。选你喜欢的。10个金币吧，够了够了，8个，只有8个。哎，别开，哎，别开门，让他们叫一会儿啊。走了，欣姐，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。谁有钱入股？我就8个币，丢了还？怎么还能丢呢？我不知道。气球花，两个。快走吧，孩子们，来不及了。那我钱没赚呢。我是真的值得得弄点钱。你们看，这什么？今天我们有纸船悬赏，你们坐纸船从这里划到那边再划回来，没有限时，只要成哥就双人船60，单人船40。姐姐，难得一次的赚钱很多哎，你的翻身就靠我们交通中心。双人船，来吧，搞。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赚了，多少得把这个赚了。好，我开始了，来吧，我开始了，可以吗？那我帮忙嘛。好。三面。宝贝呀、啊。四姐，你好厉害呀！谢谢，你简直就是手工达人呀！哪有，是没有小婉姐姐帮忙。我们两个，我们是互帮互助的好姐妹。咱就是缠保鲜膜。行，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好嘞，可以。越来越好了，我感觉。你是我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，露丝拉，穿两口，穿两口。没事，这个太沉了，主要是。哎，太费体力了呀，这个。太晒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对，马上中午。咱想的简单，还做两个，虚脱了。Thank you.
笑什么？你60个金币，你们可不得好好做吗？是啊，我们现在就是。你想我们一罚罚10个的，你多赚点。哎，我们可以这样商量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船做完之后，我们就放这儿，然后呢，你们拿这个船，租给别人。没有人会租的。你给他一点 title， 比如说限量版，或者是那个幸运版，做了今年得发大财的那种。也没人租，这都没人租。不对，我刚刚概念整错了。怎么了？不是，腾哥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把我的概念整错了。实际上什么概念呢？是我把这个就是租给你们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给我钱呀，得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是不是？我们考了驾照，把船放在这里，你应该租给别人啊。对呀、啊。你别想套我，你把这个租给我，就跟你租给别人一样，我不想要。哈，很干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白费口舌。你来了时间长，你就会知道跟腾哥就是没有用的。他太坚定了，铁面无私、啊。铁面无私，就是你费一天口水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省点劲吧，宝宝。咱不是这个事儿，我们不要说什么体面不体面。这个事情，它是情分。咱给你卖了个车，啊、卖一车给你。是不是一个道理？咱卖一个车给你，然后你作为村长，对不对？谁？你想想，如果是村民，村民给你送东西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要？你是不好意思要？你先说，你好不好意思要？你不好意思要，你不好意思要怎么办？你就必须给我们拿一点金币出来，这样子。我不是村长，我只是瞪大口问和争论中心的。那你有没有权利做决定？我们的规矩就是我们定的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早上就是我们是做主，每个对不对？那就是这样。那你们可以选择这样。哪样？你说。你把这个纸船可以租给我们。哎、好，所以租金50吧。60呢？还是30呢？还是50呢？都可以，腾哥，我觉得这是人情。对，没关系，就是你给多给少。对，咱给多给少，咱都行。你看你多善良，腾哥，你人真好。那就这样，我决定了，你们先划，如果成功了，我给你们30。对，然后你如果想要再租给我的话，就算你没有划成功，这个租给我，我也给你60。漂亮，明白，腾哥，有人情吧？我懂了，一共你们可以拿90，最多90，最少60。明白，明白。腾哥，真的，明白腾哥这人，真的腾哥，重感情，真的，腾哥，真的腾哥这人没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露丝，你懂吧？我都懂，腾哥，我都懂，真的，加油加油，这里有你是这的福分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从那么小就那么有人情世故，没事，行了，腾哥你成了，成腾哥，成了腾哥，行，突然我劲儿都来了，我先把船划了，宝贝儿，走。一个人下是吧？他下，然后我帮他那个掩护他。哎呀妈呀，你能行吗？能。慢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他不是的。没事啊。好凉快啊，露丝。好舒服是不是？我们进去了啊！走！啊啊！太棒了！太棒了吧！啊啊啊！耶！啊耶！啊，走，我想回。哇！太舒服了。你们抓90个金币啊！你要不天哪，一下发财了，露丝，一下子变富翁了。
腹。啊！威亚的铅笔，我不会一天变成暴发户了吧？那你会的，就靠你自己的勤劳致富。哎，我们在这歇会儿吧。行，我感觉这儿挺凉快。你好，你好，小葫芦。你好，你给我没个价好不好？谁？哇，认真了，小葫芦。太认真了，眼睛都这样了，都眼了，对，都眼了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真不错。不是嫌我浮夸，他觉得小葫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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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好浮夸。我好了。我问他有没有考证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来啦！你们考不考证？考，什么证？认昆虫和认蛇证。因为现在只有那两个证了，其他证都被我考完了，就是。那你能认出来吗？我认不出来啊。那先看看看看吧你。啊、哦，可以啊。咱一会儿去考证去吧。我不考。为啥呀？你去吧，我太想喝水了。能赚多少钱、啊？咱现在还需要挣钱吗？晚，你单纯的看自己的爱好。对，明白。咱现在有钱，我们可有钱，少熙。那多少钱？我们今天光赚了120块钱。这么多。我去试一下哈。随你。咱们都是一个主打一个随意。主打一个娱乐，对娱乐，明白？你去吧。行，我去了。娱乐，开心就开心就好。走，咱就随性。你有多少钱？你赚多少钱？我不多。你赚多少？我真不多。你告我，你跟我疏远了，陈少熙。才两天，这样那这样好吧？我告诉你，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不告诉任何人，我绝不告诉任何人。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下我们的差距。400。嗯。朋友们，陈少熙，天哪！我可以吃一个蛋黄派。可以啊。我好饿。哎，这个赚钱的话怎么赚啊？你明天过来做魔法任务。魔法任务。哦。对。我今天把所有赚钱的事物先了解一下。如果要在这里赚钱的话，是怎么赚的？明天才能，可能今天可以让你免费来玩。哦。这里可以赚钱吗？但是是明天赚钱。哦，明天怎么赚钱呢？有3个1个金币的东西，这些是石膏娃娃。啊、如果你也想赚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学习中心考试。哦。美甲店能赚，然后这个也能，神秘店也能，所以魔镜屋可以赚钱。每次3个金币，所以秘密房一天能赚9个。迷宫现在是耗时，然后赚的最少的。还有就是美容院也是，每天必花3块，我吃中午饭。1、2、4、5，现在5个金币，6个金币。村民中心现在也不知道能赚多少，那你走吧。看看村民中心有什么活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来考大师证的吗？什么呀，大师证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大师证？一级大师证是3金币，2级大师证是5金币，3级大师证是20金币。冷知识，你可以跟我考吗？来，下面谁的牙最多？鲨鱼。错。啊？蜗牛。蜗牛牙最多，对啊，它有10万颗牙齿，这就不知道了。扇贝有眼睛吗？扇贝没有眼睛。那我可以看看答案吗？200个。女生。错。啊，可是女生头发，好吧。猫猫。啊不，狗狗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眼睛和是通是共通道的，对吧？对，我
恭喜您获得这个，谢谢。哦，我这是几级啊？两级。啊，两级，三级是要全答对是吗？对，三级是全答。哦，还可以代考哦。那我把蘑菇也扔了吧。来，这是什么菇？这是平菇，黑平菇。哇，这都不但是香菇。啊，等会儿，我知道香菇，但香菇不应该是它的柄会更粗一点吗？因为灰平菇它下面很细。错了，人家都说是错的了，你还狡辩。这什么？可以提醒一个字吗？这是茶。茶树菇。对了。这是啥？手榴弹长得跟鸡。鸡腿菇。对了，这个松。松。啊。松菇。松啥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大家看是不是？你看松口菇嘛，是不是？松口蘑，对。啊，松口蘑啊。哎。猴。猴头菇。对了，看这个是什么？荧光菇。对了。对吗？好，考完了。啊，考了。恭喜你获得二级蘑菇大师。哦，谢谢。那我现在我是二级了，我要是考三级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再拿到20枚？那我一会儿考，三级是我的。你好。Hello。哇，你又来了。对啊，你们这里今天有钱吗？字母表开了。开了。那字母表怎么考？字母表就是你要照着那上面摆动作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考。嗯。那我先来 A 好不好？对，先来 A。呀，嘿，哦啊，抽筋。一二三。哦，好，出去啊！来下一个。